盘点那些到小杨哥直播间做客却被小杨哥带偏的明星和主播。尼古拉斯赵四炸雷，我继续轮炸雷，炸雷呀炸雷，炸雷呀雷炸雷，炸雷呀炸雷，炸雷炸雷炸雷，炸雷呀炸雷，打他！就是就是现实版的对象，你怎么一干他给我打电话呢？我就这么上门安装，人吃嘛，公牛母牛，所以四哥呢，今天就过来学习哈。赵四哥，对我卖货好翻车，他卖货好翻车，我卖货大家都知道，从来不翻车。看好了啊，亦可谓的空气炸锅，亦可谓可是空气炸锅，采用全景可是天窗，解决王是烹饪，美食状态一目了然，六升大容量。多人菜量一次完成，智能全息触控屏，操作更简单，使用更方便，新式易清洗结构，从内到外解决清洗难题。那么功能这么强大的空气炸锅到底要多少钱呢？我送你一个，行，真真香真饺子真包子真鱼真菜真排骨，这个是十二层的，送你一个，这个再送你一个电煮锅，电电锅用电的电煮锅，再送你一个绞肉机，再送大家一个小铲子。银泰专柜卖多少钱？1699，1699，我不信啊，不可能的，399上车。你见过喝咖啡直接把咖啡粉到嘴里冲咖啡的吗？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。大，那高兴死我！牛掰！小杨哥带货咖啡被大杨哥整崩溃了。原因竟是小杨哥不会喝咖啡，大杨哥手把手指导，竟然让小杨哥把整包特浓咖啡直接倒进嘴里了。你喜不喜欢喝咖啡？不喜欢。你不喜欢喝咖啡，你这样喝就不好喝。等一下，兄弟们，先等一下再卖啊！我给我弟试一下啊，怎样喝咖啡好喝？啊，你把这个直接倒到嘴里面，然后灌点水，你这样一干是真的好喝，感觉是真的。我不是我以前喝牛奶喝成什么样，真好喝。好，再高点水。别堵着，快，多喝点水。你多喝点水，别怨，放。这样放音乐一块放。一个特浓咖啡，一个蓝山咖啡，一个拿铁，一个拿铁，再给你来拿铁一盒，七盒，再给你一个小杯子。本来这三个是99，然后我送你这个小盒的七盒，加在一起69.9上车。我的天哪，小杨哥刚开播3分钟人气50万，兄弟们点赞竟然达到1.5亿，兄弟们1.5亿点赞，这样的点赞速度把许华生和百乔都惊呆了。随后许华生豪刷专属礼物，把自己都惊到了，不跑了。哎呀，感谢许华生，感谢大哥。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？随后小杨哥教生哥如何带货，直接把生哥整懵了。啊，生哥你看，哎，你们频道切都这样了吧，你看我心情，你看哎，你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发了一个小缝，看到没有？啊，有个缝。哎，你看，哎，你看到没？忘了没？不，你让我来，这个肯定是可以切的，我们要稍微有点劲，哪有一点劲都不用了。这个肉怎么卖？这个肉不卖行吗？啊，你看啊，兄弟们，我这个刀其实剁，对，我们剁个小一剁，我接着剁吧，用刀子剁吧。你看看，哟。好，这个槽，对，我在这边，直接给这个品牌方直接拉黑。我来再做。好，来，我们换真正的一把刀。就这样看吧，一放妈呀就开了。我试一下，你别让你妈呀试，你就这样试。妈呀，哎，一喊就好使。啊，确实一喊。听见了，拿在前面，你看刀背。妈呀，啊，确实可以，知道吗？反正就这个，对不对？你这个不是用这个劈的吗？对吧？对，后斩啊，后斩，来斩。我们后斩。那老。哇！等一下，看下刀，主要是看下刀。啊，刀背也能切，太能切个肉，这个刀背也可以切。对，哦，刀背也可以切，可以切，可以切。我们这100多的刀是不是？啊，对。你别给我扯淡，叫我这个数码剪刀，一把刀29.9，啥都别忘了，上车，上车，那你好，29.9一把菜刀加一把小剪刀。
哇，那个饭好香啊，一股那个就是咸。哎，我，哎哎，好，那个少吃点啊，给我留点。好好，好了呀！哎呦我的妈！这你一个人那急算了，结果我今天我就不适合这吃，可是又不给我吃。哦，那我的钱啊，那我的钱你算了，大哥，这个不是嫌弃，那你就是嫌弃，那你就是嫌弃。哎！哎呀，你哎呀，哎呀！我原来吃过那个龙王，这什么？你饿了？你这是有虫子，你看我不能吃，不能吃，不能不会吃。你看我，我们看你不吃是吧？我肯定不吃你的，放心吧。玩意你吃别人干啥？对，我没有吃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兄弟们，他这个是，你看他那个火腿肠全吃了，看到没？对，他这是辣肠，辣肠，玉米辣肠的。对，哇，那饭好香，一股那个就是咸。哎，我操！哎哎，你这么快？自嗨锅。是他，羊肉粉，羊肉粉，六桶了，酸辣粉，酸辣粉，红烧牛肉面，这个实践，这个实践，第一菜，它那个有两袋是台式香肠，两袋是肉，川素卤肉，两袋黑椒黑胡椒卤肉啊，一共是六袋，一小菜，79.9。哎，下一个品牌官上我们不卖了，我不好看，哎呀，不卖拉倒。如果说砍价是一门学问，那么小杨哥砍价应该就是一本秘籍了。1399去掉1000放这，再把399拿回来，399拿回来里面再拿出100，把那100去掉，再拿299过来，299那个1000去掉，那100去掉，299，听得懂吗？哎，下一个准备完事我们不卖了，我不好看，哎呀，不卖拉倒，真是高手。给大家看一个这个东西，我相信大家一看就知道它什么东西。来，让我们一起说一下它是什么东西。挖掘机，有眼不眼？啊，兄弟啊，这叫破壁机。再加一个电煮锅，电火锅啊，还有泡面啊，煮火锅呀，对不对？煎炒蒸炸根本不用讲话，你不要讲话。不，这个我的东西，我这个我的东西。然后小杨哥再给你们，你看，做里面一个绞肉机啊，绞菜都可以啊。大哥，你看啊，这个先明白，先明白。你说话以后我们就不合作了啊。你看啊，你是叫我过来的。你看我很照顾你。好，把这399了，这1000留下来，399放到一边。就1000。等等，放哪里呢？放到我这个手机里面，把再从手机里面留下299。等等，100拿过来。100对，1000跟100的拿给你了，好吧？然后我们299上券，兄弟们。